到。OK， 我看一下加好友。哦，这个是所有好友，就是加入好友。为什么 ？Killer 喵，哦，奇乐喵，哈哈哈哈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死亡笔记本的，我想起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好了，就是那大家在发言的时候要守规矩，就是不要让我太为难。那我今天把聊天室给接上去。等我一下，我来接个聊天室。我先说好，今天就是试用，如果你们乖，我们以后就还是继续；那如果你们不乖，我以后就不放了。那 OK， 来洗个屏，洗个屏。一个屏，让我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先来洗一下，带头洗屏，有了有了。不然我不知道洗到哪里啊。好，洗个。都四行，四行左右好了。好像，不是办法。哦，接下来，但是图片可能得截个小一点来，我把它往上拉。那我们再往上拉一点好了。要截人数吗？人数我就不要截了。OK， 那就用这样，再往上一点。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好了，用个一声一声就好了，你们给我认真的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洗个意思意思就好。我是想说人数没差啦，就不接了。但我以后 OK， 我先试着放一边，下一次我再试着放，连另外一边都放上去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还有我今天比较慢开台，不好意思，因为。我刚刚在大便啊，在厕所正忙碌啊，所以我就还没开，好冷，人老了真是什么都熬不住。真的好伤心哦，阿米，这样一直看着我，我好紧张哦。好，今天还是一样继续练车，就是我反正我就是输到变成智障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打一些 OP 车，把它赢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练我们想要的车。好啊，你敢喊啊，你敢喊我不是什么问题，不要那么不要很孬的拿那个平板在那边，怎样哦？我跟你们说，带终点就直接喊哦，男，大波浪他出去给吹哦。这两个都是三阶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那我现在必须要了解一件事。
我们好像有出点什么问题。哦、OK， 所以我们要练4A 啦。啊、哦，原来我们练错车了，好烦哦，喵！我看一下3A 能不能到，不行，3A 就到 DW2 了。可是我们是要练上面这台。哦 ，shit， 我们昨天搞那么久练错车了啦，超不爽。好，我们是要练4A 才对 ，3A 是错的，而且3A 我们还练得很爽。3A 应该过去就打虎式啦，这不是办法。OK， 好，好像也没练错啊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有点搞不清楚。你在马路边看实况，不会啊，不会被抓到，我帮你保密。哦，3A 跟4A 都是OK， 我们要3A 去转4A， 那所以我没有练错啦，我没有练错，反正我转4A， 然后再去10号 ，OK， 好，我们没有练错，很好，所以继续练3A。真的，呼咻，超忙的。Hello，Hello。噔噔。啊，我又听到有人讲话了。啊，我又忘记去买那个麦克风了。省得有人那边指挥错误的时候，我可以呛一下。我又忘了，啊，忘记。噔，卡雷利亚。抢三土，德国车能不能抢三啊？那么慢。哎、欸，我忘记，真的。可是烟熏龟鱼，我也记得你哟。一个三宝从我那边过去，差一点就撞死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各位大德，好好开车啊，大德，受不了。没有啊，我就去 Costco 买了个烟熏龟，好吃，爽。看一下，不过大家挺识相嘛，看来都是 PC 转过来的。对，记得买鲑鱼就好，什么都是假的。他们有人来了，这游戏根本大家喝超威的，好不好？他引擎坏了，啊！他引擎坏了，来烧起来！干我真的很贱，没有办法，他引擎坏了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干我一个，他也可以回去。海瑟，海瑟 ！Oh my god！ 超靠背的海瑟哎、欸，我要去练一台海瑟。我每天都好像不是他那个很难，你知道，所以我那个车都会超烦，大概就像是走台步那样的感觉。那我 model 走台步不是都会走猫步，然后我的车就是。开直线博取不能，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超弱智。有啊。
我觉得三四街都是海色的天下，被他打到都没救。那个 HEAT 喷人真的，哎 ，H E 喷人也很痛 ，HEAT 喷人。真的是不是？不是你自己去下载玩一次你就知道，超难开的。对啊，我那时候看到海色，我脸都绿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玩了海色，是吧？哪是？哎、欸、，NONO， 你要不要玩玩看《战车世界》的 PS4？ 超好笑，我觉得不是它很难开，它真的很难开，各种摇，超难的。我是听不懂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。Hello，Hello。哦，原来我们家有一台海色，那他刚刚去哪里了？真的，海色115超 Captain Ketchup Queen， 你就知道有多鸡歪。不过我们还是赢，怎么样？海色又怎样？还不是得输？以前 T 8根本是无敌脸金刚，你知道吗？耶，哈哈。臭海色，烂海色，碰海色！你没有 PS4 去买啊！身为一个玩家，一定有一台 PS4 才行的。哦哦，银币站。好，往好处想。105真的可以秒杀太多人。N4 那个也是105啊 ，N4 那时候也超威，好不好？根本没有人敢动他，真的。身为一个玩家。PS4 是一定要的，啊？哎，别说啦，别人对方的海色永远都是105，我方的海色永远都是75，就是这样。对方的海色永远是一打十，我方的海色永远是大地勇士，太失落了。噔噔噔噔噔。Afraid， 谢谢干爹的烤鱼，谢谢干爹。又有烤鱼，兴奋呢！哎、欸，因为太高兴了 ，A 到别人屁。哎，不过真的啦，真的不要再送礼物了。这个账号是算是借来的吧？耶、yeah, ！谢谢干爹的饭团，谢谢。谢谢干爹的饭团，哎呀。谢谢干爹的饭团的饭团，谢谢干爹的饭团。有啦，还撞到人嘞，超弱智。哎、欸，我好像走错路了，没关系，路痴走错路也是很正常。真的。敌方的海色永远是把把 N 牌，我方的海色永远是把把搓牌。哎，别说啦！哎呦，危险！你会躲的吗？哇！ Enemy exposed. 哦、Enemy's got us in their sights. 十。零，我不想活了。
办了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是吃屎。有一台，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哎、欸，有搞头啊！他也躲不起来。他野炮说能不能救？哦，完了，还有很多台。The enemy is capturing the base. 快回家！哎，应该可以，还有一分钟。拜托，不要这么烂，好不好？拜托，穿一把好啊！No! Oh my god！ 这是鸟到爆炸哎、欸！不想活了，开很久吗？还好吧，刚开没多久。哦，我的妈呀！那，对啊，搞不好不是，刚刚也没办法 A 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刚，哦，等一下。就是啊，受不了！三七八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哎、欸，好失落哦，各位。我觉得我的心受伤了，撞个屁呀、啊！刚履带被打断了，我连走一步都不行，只能被各种打脸。本来想进去当叶问的，就是一进去就变请问了，好可怕哦！也排太久了吧？我都看到二十个人了，凑一凑也可以进去。好久哦，好久哦。真的真的排好久，我觉得他真的要排好久哟，为什么都还排不到，一首歌都快唱完了。音被送音被送，大哥，你那个侄女的侄好像写错字了，你那是职业女哦？是什么职业女？我不懂哎、欸，请解释。好紧张哦，职业女是什么？请给个交代。去薛大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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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我那个车，他刚刚发那声音好像放屁的声音，好好笑。详情那边哦，我到时候来放好了，因为我今天你知道我去 Costco 吗？这个要调角度也太难了吧！哎呦，这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有事吗，先生？不要这么客气好不好？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看看。啊！我快笑死了。跟第一次看到有人底盘露出来让人打的，我被笑死。哎、欸，这太过分了吧，大哥！抢头抢成这样，我操！啊，给你，上帝，不爱啊！没有啊，没有屁股翘。好像看到有人。啊！打，可以走了，尾刀拿到了。我有事，我先走。我有事。Loaded and ready. Friendly vehicle destroyed. 哎呦，哪边在打？好紧张哦！靠，你说那个人是我吧？我操，你敢呛我？嘿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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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干爹！密欧大人，对不起，说好不值得为表，谢你就拿这一满钱鱼相思吧。不行，我还没落好。哎呀，没看过坏人吗？我们可以走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好弱智哦！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完了，我们又要打炮车了。啊，好紧张哦！打炮车从来没赢过，好紧张。完了，各位，我们可能会有两个下场。第一个，我们打赢炮车；第二个，我们被炮车刺刀。好紧张哦！没事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大家不要慌。赶炮车越来离我越来越近。啊！哦！报仇！我不要玩了，无聊的游戏。哼，反正我们赢定了。哦，对，对方冲落几个。
说送他一波应该有机会的，原来是我在幻想。这大哥的血量只有3欸，这个路稍微颠簸一下，或吐了口水，就是丢块豆腐，他都会死，很可怕。而且你看他开车开成这样子，你不知道还以为他血量有300，撞了啦，死三宝。这样我这他这技巧比我差欸。哦，我笑死了。Hello，Hello。我觉得他的怕了吧？这三发喷个口水都会死，好可怕哦！我帮你看一下吧。哦，躲在这边啊，阴险小人。啊！炮车支援不到，移动啊！炮车，真蛋吗？快出去啊！哦，没你的份了。Best job I ever had。所以你的模范生是这样吗？这样到啊？弱智。哎，啊！我差一点就拿到他杠了。这台车真的很狗，受不了。好，我们再去被虐吧。升级，暴击。算了，我们是好像可以了。管理层，来，耶！好，出去受虐吧。好惨哦，还喷到鼻孔，超脏。垃圾鬼 ，Are you a 垃圾鬼？我买超多的，我想一下，我首先买了一个烟熏鲑鱼。然后还有烟熏鲑鱼跟啥？我还买了两盒的法国面包，还有什么香草咖啡豆，感觉就很棒，买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香蒜盐巴啊，你想想看，肉烤一烤，然后撒一点上去，想到就觉得爽。对，俺今天就是去打酱油的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还有得选吗？这是白板车好吗？我不能像 PC 一样一口气就直接升到最顶，然后就出去摇摆。我只能用白板车下去打，我连 P 杖都没有，没 P 杖就是出来戳啊。我们又不是土豪。Mountain Pass， Mountain Pass， 什么破车？对啊，对啊，超好吃！哦，停下！哦，霹雳西一脸想要去开光的脸，不过我是不会理他的，好不好？我根本打不穿。你看，三阶场还有机会吧？七五炮三阶场的机会啊，好紧张，这都不好说啊。真的，你们想要减肥，看我实况台很辛苦，因为台主一直吃一直吃，然后叫你没有，我还跟别的实况组说，像这种最好是不要太就是。哎呦，挺好的嘛，七五炮，不行啊！不要被喷个满脸豆花，应该都不是什么东西。
应该只有他，不然他不会退成那样。弹药加坏，弹药加坏。Oh yes, that's the so say a good day. Say your good. 后面的傻蛋，赶快跟着我走啊！你还想干嘛？打酱油吗？快跟过来！好像是走错路哎、欸，走错路还可以杀到人，超蠢的。哎、欸，我走错路哎、欸，你敢信？哎呦 ！Resistance lost， 那里居然有人。Oh my god！看啊，对啊，那我刚刚没走错啊，对啊，就是从那边进去啊。那我刚刚到底……哦，对，没错，我走错了。混账，那后面有人啊！真的好失落。可是我们应该可以。不是。不是，他的小地图跟 PC 的差的有点多，然后所以我有一点看不大懂，这不能怨我，一定是他的地图画的太丑的关系，这不能怪我。啊，我们要赢了！就后面 TD 打酱油哦，神奇。多少经验？1000多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最好是哈、欸，我们家的猫会学羊叫，你知道吗？它会咪这样，超可爱的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养到一只羊，后来发现好像不是。一口气研发成顶车，你敢信？爽爽爽！哎、欸，那个猫窝管理员，猫窝管理员请注意，猫窝管理员请注意，那个螺，那个猫窝里面好像有人中毒了，希望可以帮忙处理一下。我现在的视窗开得乱七八糟的。
没有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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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鸵鸟这样说，一定就是有啊！你看看那个线上人数多少，北七。这地图是什么？哦、oh, ，OK。知道为什么是 OK 吗 ？OK 就代表说我根本不知道这张地图是什么。好怕他开炮。卤蛋都嘛这样讲。A 代会把那个八念的大这样，然后他会念大的。挺多人的嘛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你赢了你赢了 ，You win。先走好了，觉得来受虐的，快逃啊！啊，完蛋了，要加助跑，加点音效比较上得去，屁股被打啦！哦，行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I can， 妈的，引擎也坏了，再玩个屁！哦，完了，哦，好像便秘得到疏解的感觉。嗯，好紧张哦，那我后退一点好了。没有失控，是他跑不走。You lost an ally. Ready to fire on target. 哎，这不对准啊！算了算了算了。啊，完了，只剩下啊，连血条都剩八七。我有一个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别打我！哇塞！哼！伤心失落就的人，人家哦，这个弹药架还坏了，好可怜。好惨哦！看下这一台好了，好，谢谢干爹，谢谢大哥，别再给啦！噔噔噔噔，棒棒！
好了，输了。好，为什么你还可以处置啊？太神奇了！哦，是哦，为什么你有？哦，对哦，哎，你之前给我那个小米的笔记本，我都还舍不得用。我现在身高超高了，好吗？我现在至少有 5.2 厘米，虽然离我身高还有点距离，但是这已经是各位，这已经是个进步。代购，往左边。嗯，我也觉得熊猫挺不错的。麦卡贝也很好，熊猫也很好，都很好。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想说你们看麦卡贝就可以啦。反正熊猫你们也没账号。你说那个观看25万要怎么才能达到啊？可是我才开第二天，就想这么多也没道理啊！我们应该慢慢来，让我想想看好了。嗯，想不出来就不要想好了，累死了。我们还是专心打点。观众25万跟25万的 M 牌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应该会选 M 牌那一个哦，我应该会选 M 牌那一个哦，代表比较厉害。仔细想想，实况观众25万也很好，真是难以抉择。我是不需要那个啦，因为那个账号我还账号是那个熊猫的人帮我办的，从手机到身份证什么都不是我的，没有一个是我的。嗯，这大哥喷起来到底有没有效啊？啊，修哦，还会刹车呢！啊，完了，他没有看他屁股遭受攻击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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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变成僵尸了，又变成僵尸了，现在炮管才慢慢回转啊，对，啊他啊，干都喷正面，尴尬尴尬。哎呦呦呦，这狗仗还蛮强哦！行，又闪过，这个人是赛道的吧？你在大陆直播都靠佛跳墙？哎、欸，其实我会煮佛跳墙，可是我真的很讨厌佛跳墙的芋头，就
所以我在煮的时候，我都会故意不放芋头。我都故意放我想吃的，反正是自己煮的，放自己想吃的就好。那狗站你还开字幕，根本瞄不到，你相信我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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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人家是走过去的佛跳墙，然后我是一直吃的佛跳墙，很多。不跟你说嘞，不跟你说嘞。啊，我们基地被占领了。队友真的是好弱哎。Hello, hello. 腰酸背痛。我的把手呢？在这。噔噔噔！我是玩雅芙，雅芙的伺服器。糟了，我觉得PS4的战士世界还蛮好玩的，而且还有天气的变化。帮帮帮 ！Are you afraid？ 这是 PS4 版的。玩亚洲，你有兴趣可以加我好友。之后我的车才能开直线，就大概得玩个几年。我喵咪咪，哎，我连上坡都会摇来摇去，好烦哦。直接过去杀他！哇靠！我的弹药加油坏掉！啊 ，P16，P16。
没抽苗，不想活了。Miss. 没有人要去搞那一台，他都坦荡荡哎。Ready to fire. 嗨，我打不到他。完了，我要被他弄死了。一阵猛喷，干垃圾车哎、欸，气死我了！感觉他车上音乐一定是什么少女的祈祷，超不爽。滚，你给我滚，超不开心。啊，气死我了！等一下，干！我要去开垃圾车，气死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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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啊 ，Hello， 早安，早安。什么声音？吓死我！欸，你们这样右上角的那个聊天室看得清楚吗？好，去山上喷一波。
喽 ，show time。不管什么车，爬坡都好费劲。Hello， 哎，我发现你们这边的延迟比较低耶，而且画面还蛮清楚。啊？怎么？敌人你马上就打到本能是哪招？应该不用管他了，应该不用。也真不好打。Ready to fire on target. Penetration. They spotted us. It's another kill for our team. 把它喷完好了，我现在还没搞清楚要怎么连播。嗯，不错。我觉得在这边播还蛮满意的，不错，很好。这个画质跟网速我都非常满意，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，就是蛮厉害的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在几个地方播直播，但是都是卡在网速，所以我最后都没有签约这样子。可是你这边的网速是非常好的，就是让我觉得很棒。收拾了，就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，就真是不错。开爽车就是这么棒，一台。你玩坦克世界老死什么意思？哦，对啊。哦，是哦，我很喜欢玩战车世界。不会啦，其实战车世界是这样的，它其实并不会，它算是怎么样，你知道，就是不好上手，对新手来讲会有点辛苦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机制，很麻烦。Prohovka 吗？好，你只用地图炮，那不行吧？每个地方都是有技巧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每一个国家的打法都不大一样。那时候我在播那个世界大赛，
我其实应该不算素颜吧，我有画眉毛，我还有贴那个眼皮贴，所以应该不算素颜。Hello，Hello， 最好是三角函数哦。我在摆脚的时候，我管他去死，我就是看到我就摆起来，我还在那边算角度，我马上就累死。修泰，我想问一下哦，如果说你们大陆的在直播的时候，例如说他要宣传这个实况台，那他们会去哪边贴那个实况的文章？过去过去了。昨天有去铁霸贴，然后一下就被删文了。啊，真的吗？3-11，好烂！NGA 吗？可是 NGA 不是都是什么魔兽世界或者是暴雪相关游戏？我最好是我一打死，看衣服都没那么猛。叶问当不成，只能当请问了。失落。铁霸跟 NG 哦，我来想想，我看。啊，那我到时候去研究一下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回到家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。明明就那么多人，为什么排那么久？而且那个时机五个人是要等到天荒地老，我觉得等级冲太快也没什么好处哎、欸，在战争世界。因为那个五个人是要打啥？超有事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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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Hello， 帅哥好。哦，战舰世界哦，我也有玩。啊，苍兰跟剑娘都很好看，都很棒。得打那个灯啊，等下全部都去那里。我这个屁呀、啊，小三呐、啊！哦 no！哎，战车世界在大陆红不红？战车跟战舰，等一下欧北部直接去卖。Enemy exposed. Yes. 辛劳多年第一次抢三成功。舞蹈好一个美丽的味道够Ready to fire! 有人知道我刚刚在喷哪吗？我是看不出来啦。完了，我们要打炮车了！是炮车吗？好紧张哦，我们要打炮车了。我们先停下来，心脏也是负荷的。Just one by one.Cover gun。好了，不要再打狗车了，受不了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我乱喷一通，好笑。嗯，打狗车赢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今天继续练车吧。你看，全部都在二阶。一定大家都是想要玩狗车就好了，太没品了。
哎、欸，噔噔噔噔噔，真的狗车一出，谁与争锋？哎，那个 T116真的很凶，凶到我觉得玩那一台我自己都觉得很狗，受不了。坐的人屁股都离开椅子，我不怕。干，这就现在生气耶，好吧。气到我要往生！哇，这下惨了，不妙啊，不妙！好伤心，剩尸体。NG 打死，哎、欸，对方 NG 蛮强的，我靠！我看一下，嗯，对不对？对方炮车蛮强的，真的一个吃屎哎！因为是我刚刚太狗了，所以他现在就，哎，只能说是报应。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全境封锁的盒子，这个是全境封锁。啦啦啦，就跟游戏一模一样哦。按还会发亮哦。可是这个手表太重了，我有点难受。哇，我们哇3-15一个吊打。啊！上一场的英雄，这一场的狗熊，觉得肚子有点饿哎，吃蔓越莓好了。真的，其实也没什么啦。嗯，全境封锁的手表。
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手表，我觉得那个手表超棒。Hello，Hello。我到时候应该会去玩，真的，它跟游戏里面的手表是一模一样哦。我走错边了，花了吧。花枝鸡蛋泡面，你的泡面比人家好华丽嘞，不要挑好不好？哦，拜托拜托不要过路费，拜托拜托不要过路费，拜托拜托拜托不要过路费。哎呦，还好没有看到我。我们人穷志不穷，这手表不能卖。五十松哦 ，You eat a shit. Hello， 被吓到。Enemy exposed. 履带断了。天没有要开台，二八是什么时候？今天二二几？对，礼拜日的时候我要休息一天，因为我礼拜因为我要出去玩。谁？谁跟我争什么夏天无敌？胡说八道。那个姚哥啊，麻烦处理一下那个 FB 好不好 ？FB 有那个病毒入侵，有病毒入侵。喂，我会出去玩，我真的会出去玩。我只是宅了点，虽然我每天打电动，但我偶尔也会出去玩，好吗？不会，我这人很有风度哦，那个称号就送给他，称号送给他。我这个人不 care 这种东西的。没有，慢。哎，其实我真的有想过要去。
去玩好不好？没有啊。好，我承认跟海还是有关的。Oh my god， 你们真了解我哎、欸，真讨厌。你看我让他干。这一台开车跟便秘一样，油够慢。你看那两坨奶怎么回事？啊，应该在夸张，这根本是人妖车啊！你看两坨奶又一个凸出来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、啊。变态。的确是跟海有关，没错。来得及回家吗？没来不及。他干嘛还在路上呢？有人要救家吗？我看看。炮车很为难呢、欸。炮车打不死，然后又要想要不要去，到底要不要去救？好为难。欸，我们死侍如果破关，接下来要玩什么游戏啊？游戏出哎、欸，要玩什么游戏？好烦哦！爸他买了一堆游戏，可是都是三月、四月的。哦！好强哦 ！Hello，Hello。啊，对哦，《死亡复苏三》，那有中文吗？啊，我先重玩《恶灵古堡一》好啊。对哈，《死亡复苏三》。内定繁体中文，好。那来玩《死亡复苏三》好了。啊，对，《恶灵古堡一》也要玩。哦，还有艾米丽 ，OK 啊，《层层恐惧》没错。那好，我们先玩《层层恐惧》好了。你有好料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游戏？肚子还是觉得饿哎、欸，饿，真是瘦一圈。原诅咒不玩啊，被屌灭啊！这么不挑、哦，啊、这么不挑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十玩还没有玩完哎、欸。真的，每次都不知道玩啥的时候，观众一讲就一堆了。美妙人生，奇妙人生吧。美妙人生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还是它就是叫美妙人生，我已经搞不清楚。哦，不用再给了，真的。不过我爸那时候也不知道。熊猫台会有 VOD， 熊猫台的实况跟麦卡贝的实况是完全一样加同步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差。
对，我突然想起来蛮多游戏。原来我极地战壕也不错啊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该前进了。帅哥好 ，Hello Hello， 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会有问题？OK， 没问题，走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极地站好就偷偷玩就好，偷偷玩就好。勇士们，冲刺的时候到了。一，他杀我；二，我杀他。哦，那等一下了，其实也不着急。对，好好哦，是跑车，好紧张哦，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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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不要，啊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耶、yeah! ！你杀我一下，然后换我杀一下，耶、yeah! ！Thank you, Tavagon。超取胜，然后会不会中我都不知道。科一黑粉是什么意思啊？科一，你的粉丝，科一外找你的粉丝，
好舒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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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四千啊！现在多少？1300，打到明年。啊，可以，你要被黑了。只是什么时候破关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每天都很努力的玩，但会不会破关都不知道。真的吗？啊，看的结果怎么样呢？还行吗？哈哈哈！那有给你长脸吗？因为我刚来播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跟熊猫的人说。等到时候过一两个礼拜混比较熟了哦，我看能不能。有啊，有考虑要贴熊猫的。但是我要想一下要怎么贴，你得给我一点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设定真的很麻烦，我得想想，让我想想。麦卡贝对上熊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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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棒棒棒棒棒棒棒，嘿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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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有成功吗？驾驶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开直线，习惯就好。DNC 系列 ，DNC 系列没有办法，因为 DNC 系列是那个，是那个，那个 ORIGIN 那一个的 EA 的啦，是 EA 的，我没有 EA 的账号，你忘了，我给到了。要 PK 了吗？我们要 P 四接车了吗？不紧张。三兔子，好啦，别忙乎了，根本就打不穿。打另外一台有点。聪明人都先干另外一台。啊，
好，三图，我不想理他了。哦，还好我装得快。有吗？一定有倒是可以考虑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死定了。哎，我尽力了。啊，尽力了。谢谢干爹的阻止，谢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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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不晓得熊猫的要怎么截图，我想想看，我想想看。EW2。真的，一个吕布上身，加藤鹰，哈哈哈哈哈，加藤鹰，赵洛志。哦，他对他装105了，这就真的没办法了。我本来想说拼拼看的，好像拼，刚刚 miss 太多发了，唉，要是不要 miss， 也许还有点机会。那别说机会啦。要鸡鸡了！啊，赢了 ！We did it! We won! We did it! We won! 哦，这牌多到塞不下。为什么拿不到 M 牌啊？这车他娘的水挺深呢、欸。1000还搞不定吗？那得多少？啊啊，按掉了，按掉了。我们应该快可以拿到那个了。2433，4140，好，赢了，再来。噔噔，噔噔，再跟大家说一下哦，228我那一天就没有要开台了，228没有要开台，然后我要出去玩，我要去淡水玩啦，因为我想要吃淡水的鸟蛋。淡水的鸟蛋很好吃。没错。就那个嘛，你嘛去那个流浪到淡水。We've got enemies incoming. Either take them out or capture their base. Let's go. OK， 这地图，这地图怎么还有还有？哦，我想去淡水走走啊。快点！
好啦，我跟你们老实说好了，可是我怕你们会说我不环保。就是我那时候有在淡水吃过那个布拉吉鸟蛋，然后我觉得好好吃哦、喔。可是现在好像大家都说，大家都在抵制吃布拉吉，所以我就不敢讲。可是我老实说，我很想吃一次布拉吉鸟蛋，真的很好吃，我想吃哦。没有，我超讨厌吃黑豆，谁送我黑豆就。然后我吃黑豆，跟他翻脸。不知道有没有中了，我不知道啦。这我就是看看。这实在是太缺，这榴弹炮真受不了。这张地图就是走这边有没有？然后看一下，先看能不能过桥。这个过桥成功就是真的过桥，如果失败就是过奈何桥，很可怕。冲啊 ！OK， 我们真的过桥了，爽！哦哦。这地图很少见，应该是进行驾训班任务。Target locked。干，那跑了！哎，还有一台。干，他也跑了。俺不想活啦。看过去了。小心，树撞倒都是很致命的。哦，现在有养殖的吗？那就好，因为我有吃过一次，觉得好好吃。完了，打不穿，马蒂打这么硬吗？帅死了！马蒂亚真硬到爆表哎、欸！它就是那种煎鸟蛋，有没有？然后上面会放很多布拉吉，然后这样子，超好吃的。我上次有吃，以前有吃过一次，然后觉得这次我要去吃十个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有啊，我买烟熏鲑鱼。我记得以前还有一张照片，没有啦，我怎么可能让烟熏鬼胡说八道？我是这种人吗？我还要买面包啦。
我仔鱼要插楼去了，你吃那么小只，要拿那个刀片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有买一包烟熏鲑鱼跟，哎，我今天到底买啥来的？我也忘了。哦，跟两个那个法国面包，然后还有，有一个我有看到有一个香料是那个蒜头盐巴的那一种，然后还有，还有啥？还有，好像就没有嘞。我其实主要是要去买烟熏鲑鱼。啊，对，木水，好爽的。哦，我去淡水买，我去淡水买。我知道了，各位，淡水的墨水是最好的，都有个水质。阿咪的啊，阿咪的饭饭也没买，尴尬了，这下尴尬了，各位。哇塞！哎、欸，我们居然赢嘞！好好舒爽的酱油人生哦、喔，我们居然赢了，你敢信？绿辣椒口味的 bagel， Are you kidding me？ 有啦，一定有，有啦，一定有。妈咪在隔壁睡觉，用我的枕头，用我的棉被，然后盖着那边睡。果然那个 PS4 的把手还是有这个，看到没？超可爱，觉得爽，真的拿了烟熏鲑鱼就舒爽的回家了。屁啦！我六十，我 Top Gun 的时候怎么不这样讲？没良心！当我在 Top Gun 的时候，你们还在干嘛？你们还在创账号？有没有？你们还在创账号？Hello， 片片哥。我明天的时候来把那个熊猫的聊天室也把它挂上去，可是我得稍微想一下要怎么挂上去，因为我还没有想到。我一天挂一个嘛，一天挂一个。可是我希望你们两边不要吵架，好不好？这很尴尬。会啊会啊，今天会玩史诗。史诗快破关啦，而我破关你就知道厉害。Focus on this location. Hello。这么辛劳，现在还要去加班。反正片片哥现在是我们的红人呢、欸，好可怕哦！猫窝红人。哎，片片哥，你在右上麦卡贝，左上熊猫。不能黏在一起吗？麦卡贝的图标我有，可是熊猫的图标我再跟他们官方要要看吧，看有没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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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气死我。完了，好，我至少有沙溢，真的，平面哥现在比我还红，吓死我了。粉丝团三天破一万。为什么你会被客户炮轰啊？因为你不乖，还是你白痴，还是你老路？全部人这边躲着要黑，那开光是谁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加班如果没有加班费，可是我开实况开超时也没有加班费啊。可是你们又跟我不一样，我好凶啊！啊，完了完了，情况不妙，感觉好像死亡视线哦，看哪台死哪台。嗯，单发的烧。哦，有烧了，收回。啊，没有人要救家，尴尬了，这可能站到死。哦，有勇者要救家了。完了，因为跟反应也太慢了吧，因为我大概已经是十分钟前的事。完蛋了，巨巨，最惨的一次，被杀，被杀光，还被暂停声，哇，那真的超爽。你在打什么？斗技场。打斗技场干嘛？怎么办？这时候头发都会掉下来。听话，听话。人中之龙的斗技场吗？再玩一下啦，我今天比较慢开台，我这样打完。柯一很低调，为什么？
coach 飞机场。看走这边好哦。嗯，看一下。我记得我被刺到就是在这一张地图，真是有不祥的预感。真的，他搞得自己跟保洁一样，知道吗？有了。哇！是啊，那我们把这场看完好了，我去看有什么东西吃。啊，我找到一些饼干了，今天吃饼干好了。没有，烟熏柜也要去楼下拿，还挺麻烦的。猪侄儿要吃什么？感觉我不管看哪台，哪台就会先死，好尴尬哦。这个也是在 Costco 买的，好吃。好吃的巧克力。玩了四比九在玩你，我哪里懒惰？哪里？我承认我就是比较贪吃点，但是懒惰这种事情我永远不会承认。啊，完了，十比哎，十比十四级也还好，干炮是要一打五了，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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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并不会好吗？炮车已经做好，我就刺到一个。怎么跟屁股大会生啦、啊？白痴欸你们！哦，只要刺到一个就算获胜。好难度。啊！等投胎。没有啊。不过我的确屁股大。OK， 然后我们来玩史事。等我一下，我需要先把它关掉。这个要先放。然后，